我们诚毅老师今天的造型也是感觉是现代风和古风的。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诚毅。Hello， 好多朋友们已经等了你一晚上了。是的，大家看到了，在外面挺辛苦的，而且外面在下着雨。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果果们，你们一定要那个穿好雨衣，不要淋湿了，小心会感冒。对，注意保。我在家庭群里面已经看到了，这个，让大家见笑了。对此想说什么呢？哦，还是爸爸妈妈发给你的是吗？就我有个家庭群，他们在群里面发了，我看到了。Queen Card， 就是对，有个那个是那个词叫什么社死吗？有回复吗？就是在群里有回复吗？我妈妈倒是挺开心的，我妈妈就笑嘛，打几个表情包，打几个表情包。然后你就没有？我自己感觉不是吧？因为首先我特别想问诚毅老师，你知道什么是哈基米吗？最近知道了，就是可爱的动物，对吧？对，对，对吧？对对。工作上我还是觉得蛮严肃的，那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话，你觉得是什么？就形容现在自己。紧张啊，紧张。这也是所有期待今天晚上天猫双十一惊喜夜舞台的观众们的热情。好，有请生生小朋友为小小摄影师。